这样子播客没见过吧？简单的用柠檬、料酒、黑胡椒腌制一下去腥。淀粉可以适量增加或者减少，趁着腌制来做一杯好喝的。耐心的等待，丸子盘抹上黄油，上面也要淋上一点油。纯粹咖啡也好了，抓着虾尾来一点番茄酱，一口吃下去超满足。你要不要也来一个？